大家好，大家晚安。你们吃饭了吗？吃饱了吗？真的吗？没有吃饭没有关系，铁花饭很多东西可以吃。好，我是村长，欢迎各位今天来到铁花村。天气有点冷哈，这个冷气会越来越大。那希望大家的衣服都能够有保暖。那今天的上半场我们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乐团哦，都是来自东华大学的同学，都是一群爱好音乐、爱文化、爱部落的年轻人。他们呢也都是在从事这个填调，而且做这个文化方面一个保存的一个事情。那下半场呢是阿诺，阿诺呢今年是个非常幸福的人。阿诺呢他今年是个金曲奖一个这个盟主。那阿诺的专辑呢非常好听，他那个在我们的售票口有他的 CD， 各位喜欢的话都可以买一张回去。然后呢他也会在那边做为大家签名。那待会在演出当中呢你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齁，不要用闪光灯，这个灯光已经足够了。那我们的厕所呢在这个地方，可能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有男生厕所、女生厕所。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小蓝色小屋子呢是我们平常的室内演出的地方，周末像今天的话就会变成是我们歌手表演歌手休息的一个地方。那天气不太稳定，谢谢各位能够说在这种天气来到这边来。然后有慢市集，还有那个你手上有开张，你随时都可以进出那个票口哈。那今天的门票呢，你都可以到我们的好店跟那个那两个店铺，除了吧台除了没有打折了酒没有打折的那个两个店只要是都有八五折的优惠。最后呢，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工作人员，谢谢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表演的团体，八六六。